艾米随机挑选了两位粉丝朋友和他一起 PK 头像手账。我选的那两位粉丝朋友实力都很强，跟我这个手账大佬一样的级别。现在就让大家狠狠的期待一下，我可是备足了功课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手账啊。然后大致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里贴了一个三个大叔，然后现在我们就看画边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第一个边框我已经画好了。艾米画边框的技术越来越好了。谢谢夸奖。然后我感觉这里应该还差一个人物，还有这里，这里。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补充一下。终于费尽我千辛万苦之力，终于把这一页做完了。我感觉艾米这边做的感觉特别的干净，是吧？对，然后现在我就要开始做另外一面了。咱们选一个香肠嘴的女装大佬，来吧老弟。现在大致的模样已经弄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写字。亲爱的艾米，现在写字这功夫给大家说一下，我给这两位粉丝准备的礼物，第一名的话就是两卷小麻薯胶带，第二名的话就是一卷小麻薯胶带。这么丰富，那我的呢？如果你得了第一名，我就给你清空购物车，怎么样？对。另外的话，这个胶带我直接从网上买了给大家邮寄，大家一定要认准我，不要上当受骗了。怎么样是不是做的还可以？你说了又不算。啊，知道啦。然后这边是粉丝朋友的，大家觉得艾米和这两位粉丝谁做的好就投给谁。我感觉我做的好，喜欢我的一定要投我哟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大家一定要投给我，大家还指望我妈给我清空购物车呢。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